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在雅各书里面讲到很多生活的智慧，中间它有很大的篇幅都跟一个主题相关，就是说话。真的，我相信啊，当我们人生的阅历越来越多，你就越来越发现，很多的时候我生活里面出事，都不是我做了什么，常常都造因于我说了什么。说话太快，明明知道不该说，就是说了，说了就后悔，其实说一半就后悔了。有的时候说一半就后悔，你立刻踩刹车停下来也就罢了，很多的时候就是已经说一半了，那个时候停都停不住，也不想停，我觉得我非要把它讲完，非要讲完，讲完以后后悔的一塌糊涂，可是当初为什么不踩刹车呢？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提醒，提醒说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觉得常常在夫妻之间就是这样，夫妻之间吵架，常常那个时候都知道不要再说了，没有用的。改变人，我常常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改变人是神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改变你的丈夫，改变你的妻子，那是上帝的事。而我呢，我休想我可以多说一点什么去改变这个男人，去改变这个女人。有的时候不说还好，越说其实带来的负面的效果更，你越说他说我偏要这样，我就是这样，你要怎么样，哇，闹得更不愉快。求神帮助我们。而在雅各书里面讲到有关说话，他这样说，他说如果有人自己以为自己是虔诚的啊，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哇，我是长老，我是牧师，我是传道，我是小组长，我是执事，哇，我有很多的侍奉，我很虔诚，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讲话不受约束，他说其实我是自己骗自己，我的虔诚是假的，是假的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要管住自己的舌头。其实要管住舌头，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说，舌头是白体里面一个很小的一个，如果讲器官，它是一个很小的器官，很多东西都比它大，好多的心脏比它大，很多东西手脚都比它大，但是这么小的一个器官却是我们常常管不住自己的，你就是管不住，就约束不了他。刚才说了，明明知道不该说，我还是说，说了之后已经话才刚出口就觉得赶快停下来，停不下来，说完之后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其实再有一个关键是，我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理由说啊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我脾气就是这样，我个性就是这样，我说话就是这样，哎，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。常常说基督徒永远不要对自己说我就是这样，因为你可以不是这样的。靠着神的大能，我们生命是会被改变的。我们都是会背那段经文吗？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，旧事是会变的。如果我就是这样，那么这段经文就不必，耶稣不必为我们上十字架了，因为我就是这样嘛。不，你不是这样，旧事是可以被改变的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不要告诉自己说哎呀，说话嘛，我又没杀人，不过就是小毛病嘛，老毛病嘛。你知道常常就是小毛病老毛病害死我们自己。你有没有跟主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主，我们为许多在说话上跟自己挣扎跟自己打仗的人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告诉自己那是小毛病，不告诉自己那是老毛病，我们靠着你，我们必定会改变。这是我们的对你的信心，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对你很有信心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海涛浪滚滚，自由速来主宰。
息。我已停止流淌，不再入那迷途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。我的罪虽众多，主宝血已涂抹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。喜乐超逸我魂，如海涛浪滚滚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。住在我心，自耶稣来住在。